在咧较早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无智慧型手机的时阵，观众朋友哦，若是要耍这佚佗物啊，就只会当耍六扑加大富翁等基本的桌顶游戏哦。彰化市国外冰球馆按现出时开始，是来展出这怀古桌游趣特展，透过镜头先带乡亲来去看卖。桌游或者是手游是现代游戏盛行的新名词，不过在更早之前，西元前1500年左右，中国商朝就有六部的棋盘游戏。民国40年代以后，也真盛行真侪益智图版的游戏，丰富民众的生活。民众实施古早桌游，现在起拢在国外民俗馆展出。刚才我给他看了一下哦，啊，真的是啊，时光倒流哈，真的哈。唤起我那童年的一个记忆啦，哦，因为较早捌耍过嘛。咱较早吼，囡仔时阵吼，拢一块桌啊吼，啊小朋友啊，大家围围咧，看要耍迄个骨牌啦，啊耍啥物话，迄个抓牌啊嘛。哦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在，啊你看较早囡仔那会变歹，啊大家围在一起联络感情，啊个父母亲参与啊，这种亲子教育啊，哦真的蛮不错啦。像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出生。小朋友都是玩 iPhone 跟 iPad 啊，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传承，就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毕竟这些纸类的东西啊，它容易受潮啊，然后不容易保存，所以我觉得这文化我会去继续把它好好的保存下去。国外民俗馆的怀旧桌游趣特展展出50多件40到70年代热门的桌游种类，唤起不少民众的怀古时光。民众走一逝国外民俗馆，会当对二楼的火窑招财地点看到三楼的桌游地点，增加知识嘛，增添家庭的和乐情感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，中华采访报道。